所有嘅保安从业员啊，保安员咧都系我哋香港警队嘅紧密合作伙伴。佢哋执行职责嘅时候咧，若果有任何人啊，去对佢哋作出任何违法行为、暴力行为的话咧，我哋绝不容许，我哋亦都一定会咧锲而不舍，将相关嘅人绳之于法。屯门山景村搭躲打保安事件，唔单止令到社会各界哗然，据悉亦都令到警队高层大为震怒同高度重视，连一哥萧泽颐都亲自带队，以高姿态去到屯门青灵径一带嘅波楼、游戏机中心、酒吧等进行查牌，为一连四日嘅黎庭数月行动揭开序幕。新界北总区星期四开始展开一连四日嘅黎庭数月行动，以高调巡逻、查牌、拘捕等，以情报主导嘅行动，针对三合会分子同佢哋嘅收入来源，加强打击力度。屯门山景村星期三凌晨，五个恶煞怀疑不满被锁车，以粗言辱骂三个当值嘅保安员，更加达朵自称系黑社会人马，并出手施袭，事后嚣张离去。三个保安员其后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后，并无大碍。消息指，警方暂时拘捕十二个人，包括屯门新义安话事人跛荣同门生，怀疑全部被捕人都有屯门新义安背景。他们分别涉嫌串谋伤人，以三合会社团成员身份行事，袭击导致身体受到实际伤害，普通袭击和协助罪犯罪。警方表示案件仍然调查中，将会有更加多人因为案件被捕。